微信 etc 怎么办理？在微信端搜索 ETC 助手小程序，选择办理所在省份的 ETC 卡，校验车牌，填写收货地址，支付完成后，按指示上传个人身份证与车辆资料绑定微信支付，即可完成申办，全程不用再到线下网点。此外，微信城市服务也提供了在线申办 ETC 服务。截至目前，微信已有50多个小程序支持 ETC 服务。微信城市服务的 ETC 服务也覆盖了8个省份，共118个城市。微信办理 ETC 流程：一、选办理方式，选择办理 ETC 的方式并完成对应操作。二、提交资料，需要提交车主身份证、行驶证、车辆照片，用于审核定制设备。三、等待审核发货，发卡方审核资料并快递寄出设备。四、自助安装，收到设备后通过手机蓝牙连接设备并安装。